车呼嘎一过，哎呦，我这心咯噔一下，差点掉地上。但是得各式各样的车都得尝试一下，对吧？但是拽这个拖挂一定得慢，真的不能开快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人家开拖挂的都跑60了，确实是不能太快。行了，我先少说两句，先开车啊，一会儿再跟你们聊。开车要安全第一。跟我走吧，背上行囊，不要问我去何方，没有忧伤，没有彷徨，一路上都好风光。带上吉他，带上信仰，走了太阳，来了月亮，忘记眼泪，忘记惆怅，把每个音符都唱响。我要带你一起去流浪，翻山越岭，跨过海洋，天涯海角我都陪你闯，就像歌词唱的那样。一会儿你就搁这做饭吧，完了把这个把这个拓开，把这个拓开，把上面的给它拓开呗。我在那边去开开开，完了你搁里边给它拓开。对，这个里边没有，不是这个，对，这个是从外边搞的。哎呀，关门。做好了吗？对呀，我觉得这个开不开没啥用。开着吧，就是晚上我在这儿睡，你在那边睡。你这玩意儿冷是冷的时候冷，热的时候热。看看这小拓展的小拖挂，这是卫生间，卫生间里边能。这个拉上，这卫生间里能洗澡吗？哎呦，应该能洗，这是花洒。先喝口水来。在这里是缺水，是真难受啊。捡点木头烤肉，吃完睡觉，明天接着研究。本来是过来捡石头的，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没有咱们想要的那个石头。别管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是吧？妞妞捡木头。他可知道了，一会儿你去捡石头啊。狼来这吃啥呀？问题是，对呀，狼都饿死了，水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